帮忙一走，尤其观众看见于老师，都疯狂的啪啪啪。这他们干嘛呢？在那儿鼓掌啊！哦，吓我一跳！你这么一说也吓我一跳。鼓掌就说鼓掌就行，啪啪啪鼓掌嘛，是不是啊？啊，没就三声。嗯，行，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嗯，又换上我们俩人来了。是，在一块儿这么多年来啊，嗯，其实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于老师。你又客气，真的，我这些年来不容易，嗯，风风雨雨是经历了太多，我这半辈子活了人家三辈半，哎，坎坷，但是要感谢谦儿哥，哎，真的，特别落魄的时候呢，他在我身边，哎，那哥们儿嘛，分文无有的时候他在我身边，这交朋友、啊，遭排挤陷害的时候他在我身边，这就叫义气。这么多年，特别想问一下，您说是不是你放的我？哎。嗨，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我自个儿好好的，怎么有你倒那么些霉？峰是我徒弟，嗯，高峰是我师弟，对我们平辈。高峰就是跟他我们仨一块上学那个，一块撒尿那好朋友。这些天呀，特别平稳，闲得难受，五脊六兽，嗯，不定哪天腾楞出了什么事儿，就找事儿了。说这主啊，倒霉都不行不行的，夸一下子就成功了。是啊，否极泰来。对了。雷霆雨露，俱是天恩，都得承受。没有谁必须一帆风顺啊！啊，人生就是如此。嗯，沟沟坎坎挺好。哎，这都正常。你就包括于谦他们家啊，一说于谦的父亲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父亲们？这地方别加门字，一加门就一片了。这个哦，不加门。对，就拿于谦的父亲，嗯，孙老爷子来说。对，嗨。我姓于，我父亲会姓孙呢。哦，姓也姓于，这个也姓于。天底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对，这不是巧劲儿。拿他父亲来说，子承父姓。现如今在北京城，嗯，我觉得啊，嗯，老爷子算是人上人。好日子过的。那当然了，吃喝穿戴方方面面。哦，老头戴那帽子，嗯，海龙的帽子，嚯，这可贵呀、啊！五六年，北京墙。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啊，千万不要盼着说老没事儿，不可能哦。那你就细琢磨人生啊。哦，就前门大街那商店摆的海龙的帽子，嗯，合人民币60来万，那时候就60多万。这个海龙啊，是俄罗斯深海地区的一种水里边的一种小动物，哦，像是海獭，但还有区别。哦，那个东西，清末民国的时候就濒临灭绝了。哎呀，现在应该没有了。嚯，海龙的帽子，现在谁有这么一顶帽子？100来万，假的样。那得他爸爸戴一海龙的帽子。嚯，狐素的大衣。狐素是什么呀？狐狸脖子底下那块皮叫狐素，叫壳了素，最暖和了。啊，这件大衣是狐素拼的，就专门这么一块。趁多少钱？嗯，鸡皮的皮鞋。我都没听说过。用鸡皮做皮鞋，牛皮啊，啊，鸵鸟啊，鳄鱼皮啊，不新鲜，是鸡皮新鲜，鸡皮，哦，好家伙，老头，天天晚上拿着钱出去，上街晚上啊，夜里出去找鸡去，知道吗？买人这皮，与鸡谋皮，这可是个老话，鸡皮的皮鞋有好处，嗯，出门就上树，对对，有翅膀。海龙的帽子，狐狲的大衣，鸡皮的皮鞋，哎，抓地稳。哎，六月三伏啊，嗯，家伙，六月三伏啊，啊啊，狐狲的大衣啊，海龙的帽子，这里边可什么都没穿啊，不、哦，外边穿狐狲大衣，好，谁知道谁知道里边什么装备啊？哎，看不见呀、啊。哎，老头跟街上一走，谁都羡慕。是，嘿，遇见老爷子有钱、哦，老头有时候走着走着站着就不动了。这就尿上了是怎么着？哎，尿完了，接着走。哎，对，您这个学的还真像。哎，那是，因为我净跟他爸一块溜溜弯啊。啊，大爷，您看这条街怎么回事？给我讲讲历史吧。哦，小子，这叫杨梅竹斜街。哦，想当初在清朝那会儿、嗯、有，这来的也太及时了吧？这个，有一条街。哎
这您先这这打冷针打完了再说，就说这个意思啊啊啊，有钱哦，老头太有钱了，是啊，就是有一样，嗯，没儿子哦。你说你趁多少钱没用啊？你等一会儿，人家有儿子呀，哎、没孩子，哎，不像话了，怎么了？没儿子啊？那我哪来的儿子？哎哎去，不像话，我就是他儿子呀。当时没有，哦，这是后来，这不才有了你吗？哦，你说之前说的是之前生你之前，哦，太光着呀，里边光屁股穿一纸尿裤，哎，好嘛，外边罩一胡同大衣。岁数大了，你不知什么时候尿啊？啊，是不是啊？又热，光屁股穿一纸尿裤。他爸爸没儿子，愁得跟什么似的。啊，在书房里边，嗯，他爸爸的书房金碧辉煌，装修的好，金丝楠的都是。哦，家具正当中摆一把椅子，象牙的。嚯，拿象牙拼的椅子，这多值钱啊！而且椅子面正当中立一根整象牙，那人坐哪儿啊？那坐上下不来，啊，自己往下摘自己，哎，一坐坐一天，非得来人给抬起来，大爷使劲，才拔出来，没听说过，你知道吗？嗯，就说有钱呢，满屋子家具哪件都值钱。哦，但是看着这些东西，看着这些钱啊，老头坐在屋里眼泪哗哗的。干嘛这么伤心啊？没用啊！啊，想我老于家。嗯，当年我的曾祖哦，那在清宫里边啊，那是皇上最器重的人呢。哦，重视。那是大清朝第一等的鹤顶红品鉴师，作死的位置这是。上任第一天就去世了，哎，对，及时尝了一口，他才喝了一口啊，得了，沾一点都不行了啊。还有我祖父，嗯，那么好的人，啊，英年早逝，死得早，五岁，让日本鬼子给杀了，啊，你先等一会儿吧，五岁就杀了，那就没后边这支了。就说这着急呀，啊，这老头着急呀，啊，吓啊，没有后代，哭了啊，滋儿，不是哭了，这是尿了。哗啦啦啦啦啦，没有那么大声，吧嗒吧嗒吧嗒，干嘛呀？他爸爸掉了十一个眼泪啊，两只眼睛掉十一个眼泪。他爸爸大小眼儿，哎，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坐屋里哭吧，傻小子是怎么着？咱不懂，反正坐地上搓着脚哭啊，哎，还是傻小子啊，着急。嗯，家里有丫鬟。哦，对，那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有丫鬟，是四个丫鬟，是吗？白菊花、粉菊花、红菊花、绿菊花。怎么请四个菊花啊？啊，因为你父亲的名字叫于玉菊，多难说呀，这名字。你爸爸就因为这名字没有朋友，是吗？因为叫不上来。你好，于玉。哎，对，所以他都教他说相声的。因为这个不来往，哦，不来往，是吗？哎，四个丫鬟在门外边看啊。哦，哎呦，嗯，老爷怎么了？是，八姨老爷怎么了？哎，八姨老爷。他管他爸爸叫八一老爷，不像话，因为他爸爸好跟丫鬟开玩笑，见面扒人家衣服啊，这是玩笑吧？这八一老逗着玩嘛啊！八一老爷这儿怎么了？嗯，请夫人吧。啊，叫把你母亲请来了，叫我妈想胡说八道。不管前辈如何，到我这儿我最为难。怎么呢？万贯家财终何用？怎么没有儿子是绝户？哎呦，哎呀啊！一进门，你爸爸这跟自个儿正纠结呢。哦，啊，你爸爸说。你说我缺什么得了？嗯，到现在我一儿半女都没有，哎呦，我都没儿子啊！我这一辈子我都冤死了。我爸爸东方不败呀，是怎么的？不是，这说着说着怎么改兰花指了？这个，你母亲打外边进来了，他说，好家伙，老两口子长反了，这个，啊，反了，怎么了？就别，这不是女生，怎么了？啊，你爸爸说你还问我呢？哎呀，好。这些年一儿半女都没有，换过来要你何用啊？啊，早知这个我自个儿生了我啊！自个儿生像话吗？你妈也生气啊！哪有胡子呀？就说这意思吧。嗯，正矫情呢。打外边来一串门的，谁来了？我舅舅。您舅舅干嘛来了？我舅舅跟你父亲关系最好。哦，哥们儿，只有他能准确的念出来。嗯，玉菊。呵，好家伙！祖师爷了，这是那是，就这一朋友啊，就教他。有时候你爸爸忘了自己叫什么，都给我舅舅打名字。哎，哦，
我舅舅一说他就知道了。呵，进门怎么了？嗯，一进门一瞧见我舅舅来，啊，你母亲哭了。怎么？我妈又该傻小子了。他欺负我呀，这老头子呀！啊啊！他趁着我没给他生孩子，嗨，我死去！嗯，我舅舅赶紧过来啊，骂死前胸！哎呦，啊，别太难了，不用这动作，分人是非这人废话。嗯，说这不要紧的呀，嗯，积德行善，自有邻而降。哎，做好事儿吧，就你们得好好的积德行善。哎，我舅舅给出一主意，什么主意？每天我带着嫂子啊出去，也得看大夫去。哦，看病。什么叫天津的哪叫北京的？哦，四大名医，嗯，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嗯，四大名医。哦，那会儿我舅舅弄一车，嗯，早晨七点上家接你母亲，早给你母亲装车上啊，哦，哗一走走一天，是半夜十二点给送回来。嗯，半夜才回来。对，一走走一天。哦，哎，好，仨月我舅舅都没人样了，知道？累了。嗯嗯。嗯，乐什么呀你？我就一想，就咱俩人，咱俩就跟亲戚是一样的，也就您这么认为。那错不了，就天天不容易。我舅舅交朋友啊，拿俞渠当自己的亲哥们一样。嗯，当然，俞渠也对得起我舅舅。哎，所以说我舅舅跟俞渠啊，你就别叫名了。这个四月十八，妙峰山那儿啊。有庙会，哦，开庙，老娘娘那儿拴娃娃，咱们来一趟吗？哎，旧时候讲究这个，现在没这个了。对，天津是上天后宫娘娘庙，哦，北京是上妙峰山。对了，干嘛去？拴娃娃，嗯，拴娃娃。两口子结婚没孩子，嗯，到庙里去给老娘娘磕头求保佑，哦。对，庙里边呢有用泥做的娃娃，泥胎，拿红绳拴脖子上，拿一个揣怀里回家。嗯，到家之后。好多人还都很神奇，嗯，回去就有孩子了。你瞧，就这么巧，自个儿生那个行二，嗯，抱来这泥娃娃行大，对，这是大爷，这就是天津说的娃娃大哥。对，天津、北京、河北省都信这个，是，尤其北京，嗯，他们家北京人，嗯，要去妙峰山拴娃娃，也是一个奖。这个老娘娘跟老娘娘还不一样，嗯，天津供的这是妈祖，哦，就跟福建供的那个老娘娘是一回事儿。北京这娘娘是碧霞元君，嚯，啊，不一样，但是功能都一样，来烧香磕头就给你孩子，都是求子用。北京人信这个，是四月十八庙会，三月底就得出发，也不知啊，不好说，不好说就别这么说了。哎，就天天满处求医问药，嗯，到最后有一天，我舅舅说了，说什么啊？那么早干嘛？为了到那儿抢这头一股香，哎，让人知道虔诚。四月十八，谁先进庙门，先磕头，烧头一股香，心里虔诚，这灵，老娘娘会疼你。对，家里准备吧，嗯，都收拾好了，嗯，连你父亲带我舅舅带你妈，这一家三口坐车，奔妙峰山了。不是，怎么就一家三口？这一家人吧，反正一共三口人呗，是不是？就三口人，就一家三口啊！你不要想的这么肮脏，知道吗？哎，谁肮脏？哎，这一道上车，嗯，就到了妙峰山这儿了。真快，下来吧！抬头一看，嗯，山高万仞。哎呦，打山底到山顶还挺远呢。那可不是吗？有爬山虎、二人抬，坐这个，给你母亲来一这个。哦，哎，你母亲坐在上头，嗯，我舅舅扶着杆儿，嘿，跟着一块儿上去。你爸爸偷懒儿，他怎么偷懒儿？他爸爸偷懒儿，哎呦，嗯，腰酸腿疼啊，啊，后背也难受，知道吗？啊，对你这晒盖儿呢是怎么着？后背难受，这要现行。我，你们偷走吧，好吧？哎，不，嗨，姐，你就别变了，你就哎，嗯，我舅舅护送着你母亲上山，我爸不跟着，你爸在底下看着，哎，等着，这等着兵刃呢，这是，嗯，等着，啊嗯，上山啊。五谷天明是上山了，嗯，搀着你母亲，哦，我舅舅搀着你母亲，嗯，往庙里走，哦，庙里得了消息，什么消息？大财主给钱的来了，哎呦，俞渠的夫人来了，哎，就别提这名了。老何迎着，嗯，带着你母亲进来，哦，给老娘娘磕头，嚯，哦，往这一跪，嗯，这是那佛像，嗯，你妈跟着很虔诚，是，老娘娘在上，哎，赐我们一死。哎，这作死来了上，不是？什么叫赐我一死，啊？怎么说？赐我一子。哦，再来啊！啊，
大慈大悲，嗯，老娘娘在上，哎，赐我们一肚子子，哎，这好，甩子呢是怎么？怎么说？赐一子，一子就够，赐我一子干儿，哎，干儿，干儿子，赐我一个儿子呗，这就完了。啊，跟这磕头啊。啊磕头，哎，旁边一帮和尚都站齐了，嗯，念经，哦，哎，念经，念这增福增寿，赐儿子这经，好啊，道长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中举，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这是增福增寿的经吗？这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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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老和尚坐船来的吧？这是。巴扎嘿，这什么都有，这里，这是增福增寿的吗？我也不懂啊。光光磕头吧。嗯。磕完头，你妈打怀里掏出一红绳子来，要拴娃娃。因为老娘的周边呢，窗台上放着都大小的娃娃。拴呢？妈拿这红绳拴啊，得看哪个好啊，得挑啊。我妈打新疆马队上下来的是怎么？这套马呢是怎么着？找啊啊找，哎哦，这边旮旯放了一娃娃，我，哦，看上他了，这娃娃太漂亮了，好看，呵，嗯，面白如玉，哎呦，大耳朝怀，嘿，叼着烟卷，拿着啤酒，烫着头，哎嗨，他就看上这三样了，可能老太太乐了，哟，这是杨生好，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我的儿子，这个，喜欢这个，拿起来抱在怀里。哦，我舅舅搀着，呵，往外走。啊，一出庙门，你爸爸上山了。哎，这才上来，就别上来了，这回家吧，这就回去了。都没进庙，就回家了。哎呦，回家之后时间不长。嗯。你母亲就有孕了，你瞧多灵吗？这个玩意儿啊，嗯，这玩意儿诚心感动天和地，真好。十月怀胎，嗯，一朝分娩，哦，生一大胖小子，就是我，哭嚓一声啊，这不是生了，这是拉了，这个生孩子有哭嚓哭嚓的吗？噗呲，呵，就别形容这，咣啷咣当当的，亮亮灯儿，生一秤砣出来。不会形容啊，那你弄这么多相声词干嘛？说相声不相声词，反正是咕叽咕叽咕叽，什么不行，不要动就啊，好好好啊，就生了就完了，啪当，哎，对，摔地下一饼，生一大胖小子啊，生一大胖小子，哎呦，你爸爸乐坏了啊，举起来拿灯照，这干嘛呀？民间传说啊，啊，拿灯一照，墙上有影子。哦，看着影子深与浅，深浅管什么？哎，那的一看这影子，这个影子据说代表人的魂魄。哎呦，哎，说这魂呐是如何如何，说明这孩子是不是大富大贵呀？啊，过去就这说法。看这影子深浅，深浅啊，浓淡，一看这就知道好坏。嗯，拿灯一照你，你爸乐坏了。嗯，哟，这孩子混蛋。哎，这你才混蛋呢。不是，这叫什么话呀？这影子，影子浅，这影子浅，说影子浅什么叫？说明这孩子好，没有那么大的浊气。哦，果不其然，是吗？半岁就会说话。哎呦，我这早啊！半岁会说话，六个月正常对话，就开始聊天。七个月就会挑拨离间。我先学串老婆舌头，我街坊四邻就怕这孩子啊！一个八个月的孩子满处去啊，好少次离婚的五六家了。哎呦！这个遭恨呢，没有这么好的孩子了啊，就是有一样，怎么爸爸妈妈不喊，你瞧正事儿没了，你说这玩意儿，嗯，把他爸气的呀，啊，你这是为什么呢？哎，你收了，哎，收拾咱不用这么些动作，对，眼泪汪汪的啊啊，哎呦啊，这，啊，玩意儿有孩子不叫我呀，是喊声爹多好啊，嗯，啊，天天忍着，嗨，一直到一岁半了，嗯，老头实在坚持不了了。哦，全家人聚在一块儿开个会，哎，大家都坐好了啊！哎，这你也坐好了，我去，嗯，咱现在整条胡同已经没有完整的家庭了。哎，对，都给挑子坏了，都是你给挑子离婚的。啊，
开天辟地呀、啊，也没有一岁半的孩子你这么讨厌的，知道吧？哎，是。但有一节伶牙俐齿，你怎么不喊我呢？嗯，你怎么不称呼人呢？叫人呢？爸爸妈妈、叔叔、大爷、哥哥、姐姐、婶子、大娘，嗯，打小到大你就没称呼别人呢？嗯，一定是有原因呢。是，你说说听听为什么吧。嗯，他乐了。我说什么？我不能喊。干嘛？我有预感。什么？我一喊谁，谁一答应就得死。叫谁谁死。你爸爸一拍胸脯，哎哎哎，这就是变过来了是吗？啊，怎么呢？这喊一声啊，喊一声，喊死了我认头了，这豁出去了这啊。别介啊，你这事闹的这啊，那试试吧。怎么试啊？试试。把家里那厨子叫来了啊。有厨师傅。厨师傅，嗯，厨师姓赵啊。你喊赵叔叔。哦，真愣啊。喊吗？赵叔叔。嗯，这厨子，哎，不，这怎么意思？这一口血，连顶棚都红了，死尸倒地，真死了，全屋人都傻了。不要这个，他说拿着锤呢，这机器猫似的，不是，老攥着拳头。哎，这个，儿子问点事儿吧，你要说你不会说话，没人相信吧？那还不傻？唯独你父亲不怕啊，他是不怕呀。你不用这事，叫花匠来。花匠，花匠老李，姓李。花匠进来了。哦，来什么事？嗯，叫李叔叔。不、哦，李叔叔啊，又一口。我们家倒不用刷墙了，这回死了啊啊！就这会儿功夫，一推门、哦，我舅舅进来了。怎么老有他呀？这哦，全家人都在呢。啊，你爸爸站起来了。嗯。一脸的狞笑，是，儿子，嗯，喊一声爸爸，他妈的脸都白了，嗯，别，爸能喊吗？那个不能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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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他爸爸说不行，嗯，喊一声爸爸，豁出去，我舅舅这汗都下来了，谦儿，别，跟他有什么关系？别，你拦着这事儿干嘛？啊，他爸爸这必须喊。哦，必须喊，嗯嗯，不喊不行。嚯、哦，小时候他真愣啊！啊，我的亲爹呀！怎么？嗯，你猜？嗯，怎么回事？少来这套！哎，少来这套！他爸爸没事儿，皆大欢喜，以天那还猜什么呢？普天之下，废话。怎么了？少来这套 啊！你舅舅死了，对吗？我舅舅也没死，那怎么回事啊？妙峰山死一和尚。哎，这去！每当有人一夸，哎呦，郭德纲、于谦，你们相声说的真好。嗯，我都惭愧，不敢当。有一个成语，就说我这就是浪得虚名。您客气，他是浪得难受。哎，怎么都是浪的呀？咱俩这是担不起呀、啊！不敢这么说。现在回头想，那会儿在学员班，嗯，咱们要是再下点功夫，得多好！那就更学的多了。我那会儿不是好孩子，不好好学。我老觉着我学相声，对呀、啊，我学哪门的英语、数学？我们那教室那炉子着了、嗯，把教室都点着了。哎呦，把我乐坏了！怎么呢？抱着作业就去了。嚯！奔着火堆，我去你的！哎，好。扔火堆里了，把火扑灭了。哎，这得攒多少作业呀？您就怕这个啊？老师也恨我，老师你也别写，你就这样挺好。嗯，下礼拜一考试，看你怎么办。你瞧，谁发明来的考试？可不是学习就为考试吗？到考试这卷子一张张发下来啊。那会儿我们仨是坐在一个桌子后头啊，就我们这长条桌。我在当间嗯，这边是于谦，对，这边高峰，高峰都认识吧？是，说相声的高峰啊，我师弟、嗯、今天有他，哎、嗯，就大高个儿，打小就瘦高的，对，戴眼镜，嗯，斯文败类啊，啊嗨，怎么形容人家？这边坐着谦儿啊，谦儿那会儿不这样，啊，小矬胖子，啊对，小胖子后长个儿，后来才窜起来，当年就特别小，特别矮，我这边坐这么一个，嗯，那边这边瘦高啊，是我这当间儿，对了，老师发卷子，嗯啊。人高峰会写，他人好学生，好家伙啊，拿着笔刷刷刷全会，都写出来了。哎，对呀 我文化课就不重视，不爱学。哦，作业我也不写，作业好，作业越存越多啊。那是啊，就不写。哦，有一回
于谦在这边啊，隔着我，嗯，能抄那边答案。我就落一眼神好，合着是。那、啊、受了吗？啊，我没法抄啊。怎么？老师拖着腮帮子趴我桌子上。好嘛，就盯着你呢，跟着、啊、不是可爱老师 啊, 啊。写吧。这就不会，退我上学钱。哎，好嘛。他这骂街来了，他这把老师气的啊！郭德纲，你是真行啊！嗯，你看看人高峰，看看人家于谦，是你在他们两个中间，哼，你就是个搅屎的棍子。嘿，你先等一会儿，我是个棍子啊！我们是屎，你怎么没说？谁还挺委屈你这哦什么、哎、这什么比喻这是这么些年来我终于明白了、哎、一说我就明白了就说这个意思打小、啊、不爱上学、哦、专业课还行学专业吗、哎、当然我们仨关系特别好哎那是那会儿他在学校里老爱欺负嗯就是那个一帮人过来于谦过来干嘛呀、啊、竟然敢跟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哟打他啪风光五四这怎么打撞山了就打了你我赶紧救去、啊、一会儿在那边一帮人于谦过来啊敢跟我们撞山打打不高峰去了又给他救下来了我干嘛跟谁都穿的一样的衣服嗨啊校服啊那不是就啊把我气的呀气怎么办提笔就写还能写儿子出题难嗯孙子兼考研、哦、老子后背打我是打我的吗这个人缘不行知道吗谁不穿校服啊所以我们仨那会儿最好、啊、哦我们仨闺蜜哎呀嗨咱仨就别闺蜜了姐妹花姐妹花哎喂喂什么呀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花、啊、你仨嗯胳膊花烫着呢不是不是咱、啊、们仨最好哎就是一上课的时候嗯、啊、我上课老睡觉哦，因为有一个成语说的好吗？啊，上课就睡觉，下课就尿尿，这什么成语？这是，那就是他们赞美我啊啊！上课就睡觉，拿书挡着睡觉，老不让老师看见。哎，有一回语文课，嗯、啊，语文课我们那老师讲那个《木兰辞》，啊，这很有都知道哈。嗯，唧唧复唧唧，嗯，木兰当户织，对啊，就是讲这，哎，先黑板上先写，写完之后都会了啊，啊，他给擦了。又干嘛呀来谁背一遍哎呦当时就背他们瞪眼看着都背不下来我睡觉呢啊对吧他非找我嗯郭德纲你瞧迷迷糊糊盯着你呢老师嗯来把刚才这背一遍是我哪儿背去我都傻了不知道看出哥们来了嗯在底下嗯花木兰哎就小声提醒戏呀、啊、还唱的河南戏你这玩意儿老师气得没法没法的啊！你啊、嗯，在他们俩中间，嗯，你就是个搅屎的棍子。哎哎、啊，这你一犯错误，老师就骂我们俩，合着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是，你就搅啊，一点办法没办法、啊，就盼着下课。嗯，一下课走尿尿去，啊，下课就尿尿吗？真挚的友谊就是一起上过厕所，这叫什么真挚友谊？这叫朋友啊！两个月这念朋对啊朋友怎么讲过去啊这中国人这个居住地啊就是在河南地区嗯中原地带那是中国人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吗离着海边远嗯所以把贝壳当成了钱币嗯为什么呢因为它见的少没有拿土喀了当宝贝的嗨就如同你要在西藏吃一醋溜土豆你这费多大劲吗嗯毛病在这儿了哎就是觉得贝壳值钱所以拿贝壳当钱币哦，五个算一串挂在墙上了、哦、来朋友了摘下两串贝壳来带着你吃饭去嗯，这两串贝壳最后象形写成这个朋友的朋哦，就是这个交情咱们是值得花钱的是就朋和友朋包括友嗯，友不包括花木兰对对对这一说咱就敌了赶紧背吧刘大哥叫我谁让你唱戏了花木兰就是唱过朋嚯！哎，说细致这得说三天，嗯，就说完这船都回来了啊，嗯，就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好朋友，什么叫好朋友？嗯，就是没有追求的时候开始是朋友，哦，大了之后交朋友，基本都是有点借鉴或者有点利益在里面，有关系了，他有权有势，
我跟他交朋友。嗯，哎，他有能力，我跟他交朋友。他媳妇漂亮，我跟他交朋友。没有，什么目的这是？是吧？嗯。但是小的时候一块上学的交情，纯真，嗯，纯真，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利益。嗯，我们就是一块走撒尿去，这就是交情。哦，就这么一块混。高峰撒尿去，嗯、走，准确。你叫说去就去，谦撒尿去啊？没有。哎，嗨。单杆我没有，你这玩意儿，你再想一想啊，省着打尿了你。好，没有，走，嗯，你再控控，什么叫控控？仨人奔厕所，嗯，我老得在当间儿，你孩子头吗？啊，我站当间儿，这边站一大高个儿，嗯，这边这矬胖子在这儿，就这么个个，尿着尿着我开玩笑，这还开什么玩笑？够，嚯，转身弄他一裤子，那可不是吗？于谦。转我这边的尿一脸，哎，我也太矮了吧！我这那会儿小啊，小就这么玩儿、啊，小啊，啊，哎，也就玩十分钟，就玩十分钟课、啊，哦，要不是文化课就开心，文化课不行，回去之后专业课那行了，哪怕这节，我说这来学个口技，多高兴。什么口技也学呀、啊？对，因为我们这行什么都得学嘛。嗯，说学逗唱学，包括口技。嗯，就是开始那个最基本的，学个摩托车，学个蚊子，什么学个拉锯，就这个玩意儿。什么叫拉锯？就来来来一块儿，老师带着，准备，啊，开始了。嗯。就学这个声音，倍儿开心。嗯，要不学个小动物叫吧。动物哎，郭德纲，嗯，羊怎么叫？学羊哎，嗯，站起来，咩，嗨，那个谁，高峰，嗯，小狗怎么叫？哦，高峰站起来，汪汪汪汪，就这，什么意思？谦儿，鸡怎么叫？他站起来了，嗯，大爷来玩啊，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个成熟的太早了吧？我这就家教，什么家教啊？反正玩一节课很开心，那是很开心。然后就等了，铃一打铃啊，下课了，哦，又开始上厕所了。这尿不打厕所出来还有几分钟啊？您说清楚，不是尿十分钟啊，那是街上蹦了，嗯，回教室接着上课。好贫呢，这是老上厕所没事儿干呢，就活动活动呗。一说上厕所，于谦乐了啊，拿一。大捆的纸，哦，大卷的卷纸啊、哦！我们小时候上厕所没有现在您那卷纸啊，那会儿用草纸，对，那叫马粪纸，嗯嗯啊，还有的那个报纸，啊，就凑合，撕点报纸就擦屁股了。当年都那样，嗯啊，唯独他有钱，嗯，喷香水的那种卷纸，还带香味儿呢，进口的，一闻倍儿香。哦，哎，我上厕所搞一个大的。就说就接大手就完了、哎、拿着他这卷子纸走了。我这是上厕所啊还是炸碉堡去了？我这么大一卷子到厕所蹲好了捧这个闻、嗯、好香啊，能香哪儿去？好香啊、哎好，我再把纸吃了。厕所外边都纳闷啊，嗯，这人跟厕所里边好香、啊、对，还吧唧嘴儿，嗯，是吃什么了？这是啊，能吃什么呀？哎呀，老跟这闻就有那愣主，嗯，什么玩意儿？纸很香，嗯，给你闻闻吧。嗯，人家接过来了，嚯，是挺香啊。那就好，拿走了。怎么着？这抢纸来了是吗？这节课就没回来，那是没纸了。等着下课，我跟高峰冲进厕所，啊，给他抢救出来。好，我这蹲一节课，一边一个吊着胳膊扶着他，啊，在操场上遛弯，腿都蹲木了，我这腿都木了呀！啊，一边走一边哭啊！那是啊，我那干嘛哭啊？哎呀，你说你至于不至于？就是不是啊！啊，我上厕所解手去，嗯，有人把纸给我抢走了。是啊，正为难了，你们俩给我救出来。就是，你们俩还扶着我跟这溜达，多好啊！可是有一样，怎么这还没提裤子呢？哎、这嗨，干嘛？你们俩搀着我展览去了是怎么？俩扶着光屁股跟啊，跟操场上，你们倒看着点，来回遛弯啊、嗯，赶紧回去吧。嗯，因为这会儿一般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
最后一节课就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学校一般都请曲艺界的老前辈，嗯，给我们讲课。啊，老艺人，老说相声的，嗯，老说书的，哦，老的那个唱大鼓、唱曲儿的老先生，大部分都是解放前的呢，都是那个老先生请来给孩子们上课。是啊，这节课都嗨，有这么介绍人姓的吗？92，那胡子就跟齐白石似的，哦，都这么长，俩眼睛有神，啊，来了。老师讲课都站着，唯独他单有一个座，哦，他得坐着，讲桌旁边有一座，跟这坐着，教室最后一排啊，校长、主任、年级组长、班主任都在，哦，伺候着都听课，坐一排，老头坐着不怒自威，啊，很威严，全班都害怕，嗯，嘀咕都，哎，嗯，老头，上一节课讲的那个北京小曲儿，都谁会唱了呀？这要问一问。谁呀？都害怕。哎呦，心噔噔跳啊！嗯，可别叫我。哦，90来岁老头，尤其旧社会过来，他骂人，你知道吗？啊，对他不讲究那么多，他一言不合就骂人啊，都嘀咕。老头站起来。点名啊。点名啊！哦，谁呀？于谦，我招他了，他上来就叫我。于谦站起来了啊！不紧张？怎么紧张？因为您那会儿教我们那个先生姓黄，是92岁，姓黄，这么高龄，姓黄，就是毛片的那个黄啊！啊，我至于害怕成这样吗？哆嗦成这样，老头看着，嗯，站好了，哦，哆里哆嗦的样子啊，啊，你这个状态很像在厕所里被人把纸抢了似的。这孙子是唱曲的还是算卦的呀？这个怎么连这他都能知道啊？这哆嗦成一个了啊！先生好，烛影摇红雁，透纱窗，雨后深寒。这是曲儿词，唱。啊！烛影摇红雁，透纱窗，雨后深寒。住口！别唱，什么东西没味儿啊！嗯，一天到晚就跟着混。嗯，唱的这玩意儿，还不如我孙子呢。怎么这什么叫话呀？这叫张嘴就骂人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并不觉得吃亏。怎么？他92了，我们10多岁。你唱的不是我们孙子，这对不叫事儿。他孙子比我们都大，他孙子不得个70多吧？哎啊，不是结婚太早了，不是反正不小了，是不小，所以并不觉得多丢人。嗯啊，还不是我孙子呢。是，哎，于谦洋洋得意坐下了。我这不丢人，也不至于这么美不滋儿的，知道吗？下一个啊，高峰。雨后生寒，还是这段是。烛影摇红雁，透纱窗。住口！别唱了，什么东西？嗯，唱的还不如我儿子呢。高峰看看于谦，啊，嘿，你知道这玩意儿哪块云彩有雨啊？这玩意儿，什么事儿就让他给逮了一便宜去？教室里鸦雀无声，还接着点呀？都低着头啊！哦。老头看了看，嗯，郭德纲，到你了，先生好，嗯，一个敢说话的都没有啊，这前面俩都那样。老头一拍桌子，真急了，站起来了，哦，拿手指着我，这怎么着？请您唱一段。对，什么老师这？我嗨，回来吧，回来，贱骨头这老师，至于这样吗？是先生啊。烛影，住口！没唱，那也是拦住了吗？唱的跟我爸爸似的。这主要是辈儿上站上就行。好了，时间到，下课。嗯，什么就占一便宜就下课了？12点了。哦，校长，轮他了。高峰，嗯，一看这就是抢我纸那个。嗯，烛影摇红雁，透纱窗。看着老头走了。嗯，班主任留一训话。嗯。班主任就是后来饿死那位，还得说两句。
还得努力啊啊！啊，黄先生讲课讲得多好，声情并茂的啊！哪儿讲了？90来岁的人了，思维很清晰啊！是是，你们努力是给自己努力，对，尤其是郭德纲、高峰、于谦，嗯，你们祖孙三代，对，我让你平辈儿，谁让你跟陪辈儿来了？好好的努力啊！下课。一般来说，上午是专业课，哦，下午就实习了，哦，就放到各个剧场去观摩学习，看节目去。但是晚饭要赶回学校吃，那是外边不能吗？哎，吃完了晚饭，把我们得送到这个单有一练功的屋子里边，嗯，晚自习，对，晚上还得再学习，得跟这屋里边练，好腿啊，嗯，哎，拉山膀，跑圆场，练功房，跟着唱，嗯。一般到这会儿呢，签儿就妥了。我怎么妥了？不练。对，我是不好活。搬一箱啤酒搁在脚那儿啊，坐那儿一瓶一瓶那么喝。我那就开始喝了。哎呀，人大那会儿就这三大爱好是吧？嗯，抽烟、喝酒、烫头。哎呀，我这一直延续这么些年。后来学校说，这么小的孩子喝酒不像话，是就不让他喝酒了。那但他自己呢，这个嘴控制不住。那怎么办？就吃点小零食。哎，这个。解决烟瘾的问题。每天晚上啊，我高峰我们跟这儿练，嗯，他坐边上吃东西，吃点零食。他那个东西其实也，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可吃的。那我吃什么呀？他每天晚上这么一大兜子家里给送来的啊，炒的黄豆。我炒黄豆当零食啊，列位，干炒黄豆，那这玩意儿香，10斤，十斤是一天，就这一晚自习啊。10斤炒黄豆，知道吗？嗯，也不让喝酒，那玩意儿烈得很啊。是干啊，喝凉水，拿凉水顺。哎，来大瓶子啊，嗯，凉水，吃这个，嘎吱嘎吱嚼，嗯，吨吨吨喝。是，晚自习10点来钟结束，对，他也吃完了，嗯，就这十斤炒黄豆，哦，一肚子凉水。就在肚子里边，好家伙，啊，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嗯，这通叨叨，嚯，打这儿走回宿舍，10点半熄灯，关灯睡觉，睡觉。嗯，我们这个宿舍呀，嗯，几个人一屋都有，嗯，但我们三个人是要求睡一个房间，哦，咱们仨一屋，靠门这儿呢有一个单人床是我的，啊，墙这边有一个2层铺，是他和高峰的。哦，我们俩睡一2层。哎，他们俩上面一个，下边一个，上下铺吗？哎，下边这个呢就是于谦，嗯，上铺就是高峰啊。哦，他在上，我在下。哎，这个晚上您想吃一肚炒黄豆，这么躺着受不了。嗯，受不了怎么办呢？他就得趴着，趴着睡，屁股冲上，趴着。上面是高峰啊。嗯，哎，上面高峰，高峰呢又闲着打呼噜，啊，所以脑袋呢就掉过去冲那边。哦，我说这形象听明白了吧？啊，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啊！哎哎，下边是于谦，嗯，上边是高峰，嗯，于谦脑袋冲这边，高峰脑袋冲着于谦的屁股这边，反着。嗯，哎，于谦啊趴着，哎，嗯，高峰呢也趴着。理解了这个，我再说一遍啊！就别说了，你都明白了就完了。一般来说，这点黄豆跟凉水啊，得到早晨4点半左右才起作用呢。哎，它得经过一段发酵。那是，就起了化学作用了。嗯，叮，踏，踏的令，踏令，踏令，定踏，踏踏令，踏令，定踏的个令，踏令，踏令，定踏。行了，行了。我放出一副板儿来，算是。所有的宿舍啊，啊，所有的房间人都纳闷儿，嗯，春节提前了是怎么着？啊，放炮仗。一般来说，半个钟头啊，我只要听见第一声响，我就把被子蒙上了。啊，一直到最后没有了，撩开了。嗯，哎，这屋里边等着尘埃落地，哪儿有那么大土啊？都看不见。至于吗？看不见。哎，转身才坐起来啊，拿我那拖鞋抖了抖了，哗啦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啦啦，整黄豆出来了。嗯，穿上鞋，嗯，先抢救高峰。哎，对，他离灾区最近。嗯，
底下这也不用管他，没事啊，睡得可香了。嗯，摇晃上面这个，嗯，也是抖了抖了，那是，脸都黑了，呵，摇晃醒了高峰，嗯，啊，这缓过神来了，哎呵，这是吐出一黄豆来，哎呀。哎，我说你要死，你知道吗？啊，嗯，你躺在枪口这儿呢。我说你劝劝他吧，啊，嗯。高峰正经的跟谦儿说过，嗯，谦儿，你看咱们哥俩这么好，找我谈，没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是，你能不能不吃黄豆喝凉水？你能不能换个姿势啊？谦儿说，我改变不了啊，嗯，我就得那么吃，我就得那么躺着，对。高峰说：“我也得那么躺着、啊。”哎，对，那就来呗。这可怎么弄啊？嗯，后来气得高峰啊，嗯，真说狠话。他说什么呀？于谦儿，嗯，你要照这儿放哈、啊，嗯，早晚得把你那大肠放出来不可。好家伙，这是放我呀，知道吗？哎、啊，早晚你得把大肠子放出来。嗯，气话啊！你说你呢？他放他的，我管那个呢吗？这一晃呢，三年过去了。嚯，这边还真能坚持。那是啊。后来也实在不行了，嗯，跟我商量，嗯，那个，您看咱们都快毕业了，嗯，我能不能睡一个安稳觉啊？嗨，你跟我说没用啊，熬三年了啊，你天天跟他说，他都习惯，你也习惯了，嗯，不是，咱们能不能报复一下？怎么叫报复？我说怎么报复？那个，这给我出个主意，嗯，我说主意是有，嗯，你得花点钱，花钱？你老跟他说得把大肠放上，他也不信。啊，你花点钱去买一挂猪大肠来。哦，早晨放的时候你给他扔炕上，嗯，他一看准吓一跳，嗯，恶作剧吗？嗯，哎，高峰乐坏了，嗯，上菜市场买一挂猪大肠来，嗯，搁塑料兜里边，嗯，早晨4:30之前，嗯，啊，就听着得叮当开始了，高峰下来了，嗯，掏出肠子来给谦儿。顺到被窝里边，塞被窝里了，打炕上下来了。嗯，嗯，屁还琢磨呢啊！他自个儿想，嗯，5分钟门开了，嗯，于谦一脸惨白，嗯，看见门别人进来啊，哗，关上门了。你讲，又10分钟啊，把门打开了，松口气。高峰，嗯。你老说我能把大肠放出来，嗯，今天你说对了啊，我真给放出来了，真害怕了。不过你放心，没事儿。怎么呢？我又给他塞回去了。哎，对。